看这看，说好了，一步一做的就是这个，韭菜，你瞧这个多好，会不会拆吧？啊，就这个多好。这家子不多啊？不多也又多也不少。就这个会不会拆？只看俺吃的烤的了，你是跳的吃嘞，是这个炒的吃嘞，都好吃样的吧？会不会拆吗？会不会拆？它算是成型。你别是嘞。是挑的挑凉菜嘞，就挑凉菜就这个好的嘞。他主要吃顿面，吃圆乎。是这个面面也煮上嘞，和面也和乱了这是。啊，也和乱，行。啊，也和乱，炒不干了啊，吃凉面啊。吃凉的。啊。我说炒乎。炒的不好，你吃凉面吗？行，凉的倒不来，这凉的咋没有吃过不是？吃过。啊？吃过啊。出过俺忘记了。就用河洛哈，你河洛主要是。那我就俺都跟会会菜那老妈。啊，会会菜啥配馅吗？行，绿色色的啊。嗯，下和锅面，和锅面也出来河洛嘞。河洛比其他面好，哎呀，有的面条子了是吃成圆乎，河洛边吃东西也有劲了。啊，行，这些就不少。不少。你看咱手艺是一脚一天生的面呀。够吃了就耍吧。去哪儿转悠了？就成了，谁开始？你开始嘞？嗯，我开始。本事多了吧？你看这楼上我，你看你。你干住？不是不是，又来了。咋做凉面嘞？你弄火怎么嘞？弄火我去爬爬这个那会会菜嘛。会会菜还是涨水捋捋？啊，涨水爬爬了。不是咋少涨你呢？啊。一趟绿色色的，你这个所有的这个绿色菜一趟就成了剩绿色了吧？啊，会会菜是，这个是有时候长开了是遍地都是啊。可好的嘞，长出来就肥蔫蔫的，这个预备的好。你人家一天一直吃这个东西了吧？一直是经常是挖野菜的，你就个萝卜天儿，这谁买过菜？也没有买劲。绿色的这个，一下下就不买菜，成天就萝卜条了、嘎豆筋了，再去提了碗野菜了。你说家妈买个他妈这个营养不呀？我全都收了，这个营养不也是吃回来弄的？我买个什么？谁知道？晚上买的你不仔细瞧瞧，谁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也是吃回来都能长肥了的。不知道，我搁这不敢说。就是等我嘞，我在菜场你回来就弄了个碗式的，甜式，这边我这就弄成式了。你原主要是我在油田发视频，我说这可不敢好了根了，好了根回来你又说了，不敢好根的太臭。啊，你瞧这不是不来。非得叫他洗洗才行了你。你太臭了，就一把这一味儿发，一把给人吃嘞，你叫一样嘞。这罗椒面一点等上吧，没了你。没了再买。再放下这个芝麻面儿。芝麻吧，芝麻面儿的。啊，芝麻芝麻也就越来香呀哈。啊，就这个啊。再等上吗？行了，浇油吧，油不上也，行了，不要倒的油太多了啊，不要倒的油太多了，放的生抽、盐、鸡精、味精、糖、白糖、五香粉、白糖，行，这个料不赖，然后罗，你不是考过盐的你也吧？因为这个啊，这一回呀，就交给孟涵一回呀。哎呀，你讲讲的。俺底下不也搁这个了吗？这个好呀，也喝了，这是面食最佳的这个，你有这个工具主要是，咱这个教具也好用。你底下吧就什么也不行。这个教具好用啊你，你就这个，这后来有这个电动的我弄，下回不是有个嘞，直接充满电了，咱上长进了面，吃起出来了，因为我也升级了，行，我也升级了你，我这多了一天取缔了，一天取缔了就弄上我个。越来越是什么也是下界了你，看看河洛凉面，这河洛装的哈，河洛就行你，河洛都腌下来，这样面好吧都，这个树这样这边，这里是不能，我说这样这边你爹不叫你，你这个这台不叫你，树这边好了，咱我感觉不装了，我可愿意吃这边不装了，怎么这边装了你这边不装了，这边是装了，装了就不活过你里事了的。你想进了这个房子？黄瓜丝儿、火腿丝儿，还有花生豆儿。野菜啥长是吗？啥长嘛？啥长就行，叫把它开就行。老板。可不少了，哎呀，行了。
可多的。全靠这个东西来，一浇，不就出来了。跳的就不来啊？肯定不来。俩是就往正儿吃才好了，对。大局，家这就炒二菜，不漏啊。嗯，不漏。炒菜你还是用那个一锅的法。这个面食都是最来的面食，面食你非得吃的精致点才叫面食嘞。这个面好，绝绝了。今儿吃啥吧？今儿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味儿香。嗯，有什么毛病？味儿香也不行吧。还是罗椒肉，罗椒米儿少。要是罗椒肉多点，就是红刚刚的吃啊，吃的有食欲。多味儿一点当然。嗯，没了。一天吃这个凉面不来多，不少。嗯，一天就是凉皮子，凉皮子凉面了。嗯。那就不来，吃的就流口水啊。不来还好吃。嗯。大根儿。半天还没有，没多少。嗯。